都可以吃到我啊，他没有办法请他吃我。你自己在那边弄人家。我要请饭托，他就给我承认他。我一个奶他老外，老板没给我当糖。你就自在两把刀子拿出来，斗鸡眼开始这样耍啊，这样耍那个刀，然后你脚这样两脚趾五脚趾打开来，然后就踢哦，这样。就是我跟我官司这个是前年，因为我刚开始成立我自己工作室，所以我什么都不懂，我就相信了我最好的两位朋友，请他们来帮我，他们就把我公司掏空，然后把我出卖。所以呢，搞得我两个月一包，搞得我公司鸡飞狗跳，差点收起来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工作。哇，我赶快在那两个月瘦了好几公斤，然后成立了我现在的团队。然后呢，当然这两个人他们还想跟我要钱，但我不可能放过他们。哦、所以呢，我公布了他们的恶行恶状，以防他们在演艺圈骗人。所以呢，公布他们之后呢，他们甚至要来跟我民事要钱，民事呢判下来了，不给他们钱。他们两个人跟我要求100万，拿不到半毛，连律师费都付不起，妈！你他们判给他们钱是我可怜他们的那种几点零钱，知道吗？然后他们连律师费都还不够付，然后再来呢，他们告我诽谤，说我在网络上说他们的恶行恶状跟真实面貌，我通通讲的，法官明察秋毫，全都是真的。前几天的新闻说，厂商说谎，绝无子虚，看到没有？全都真的。所以呢，我超热。我一直你去跟法官讲话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？我去的时候，法官要求我说，我还真的，法官还点头哦。法官说他知道我个性是怎么样。他说林小姐，你要不要这些事情就算了，让你跑法院也很辛苦。啊、我说法官，你一句话，我听你。我跟你讲，你叫他们两个拿着2万块，你给我退。法官说啊，林小姐，我知道你个性真的也是这样子啦，可是你这样子跑法院会累。我说我没关系，我跟他慢慢耗，你知道吗？得了，你当坏人，你怕我怕你啊？我怕你怕我没时间。我考个我人多，不是我有时间跟你慢慢玩，老娘自己去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好，然后结果呢？那个民事判不了，他判不了之外，他告我那个诽谤，前几天也连起诉都不起诉啊。连侦查老法官懒得侦查、啊，现在今年换我搞你们了，我告你们的诈欺跟侵占呢，等着受吧。好，我律师也请好了，来，我看你们两个不是 A 我很多钱吗？我就让你们缴律师费，缴之后被判定罪的费用，再找国税局查你们。好，哎、欸，真的不能惹到我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慢慢玩嘛。这三个我都常被问，而且常常问我的那些人，哎、欸，很奇怪了。他婚姻不幸福，问我什么时候要结婚，然后这个他本身穷得快被鬼抓走，他说你一个月赚多少，你才赚多少，就我觉得好怪。那你都怎么？但是我们不能戳破他，因为他毕竟是长辈，他会有一种酸葡萄的心理，觉得我自己不好，我希望听到你不好，看你过得太爽了。对，亲朋好友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家逼到绝境？我求你们不要再逼了好不好。那你要不要去厨房拿两把刀子自己装疯卖傻，个超有用的。我跟你说真的。有用过这招吗？有啊，你有用过吗？你去拿两把刀子。你就装疯子。我有跟你讲，我的个性我就是装腔或装疯。很多人觉得你这个疯了，他不敢再惹你了。你觉得他觉得触到你伤心处，所以我建议他问你的时候呢，你就自在两把刀子拿出来，斗鸡眼开始这样耍啊，这样耍那个刀。然后你脚这样两脚趾五脚趾打开来，然后就踢哦，这样子。你看他不会再问你，下次用的方法试试看。我说真的，你有没有发现他讲到一个重点，要斗鸡眼哦，因为这样可能会杀错人。要斗鸡眼，然后脚趾头一定要全都打开哦，要痉挛那样子。你有用过这一招吗？是说我拜托我三年前这三个问题也都被问过，其实现在没人敢问我这些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。我觉得我的话大家还好，就只有我爸会问我，他会私下问我说：“哎，女人啊，最后还是要找个归宿啊。”他认为我啊做这么累干嘛？但我就跟他讲，如果你要我结婚的话，结婚这件事情，我就给他举例啦。有个香港的分尸案。哎呦，对，那个为了那个钱的问题，哎、呦那个真的，对对对，你看了几个为情杀的，哇，在以前的清大的红那个洪小慧，哇，这个王水流酸的案，直接，看了没有，多少个分尸的，然后呢，把你家财全都骗光光之后呢，对，把你那个什么家里面的东西全都骗走之后呢，把你全部杀了，再推下楼梯炸板，哎，对你真的要小心，要。能够跟他交往，欸、那个心脏也要够大。没错，我要随时怀疑你啊，随时怀疑你是个懂不懂机啊，是想要我钱啊，还随时想怀疑你、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容易相信任何人，我不会随心相信。我爱你三个字哦，做给我看，懂吗？你说的话我不相信，钱不拿出来给我再说，不然就要我的钱。哎、欸，他很懂，
对，所以你要交一个比你有钱的。不是，比我有钱是，然后你会让你多少钱都要给我，就这样。这才是重点了，这才是重点嘛。给你一半可以吗？不行，一半以上。他的一半。一半以上。一半。你那个说在身上，有一半还是乱跟挂，你要说你来机会了。我本来想说一半给他，搞不好还有个机会。他要全部给他，全部给我，我会一个礼拜，我会一天给你200块吃饭。哇，那谁敢娶你啊？你最近还没娶啊？很美耶，就后面有。真的，刚不讲话还好哎，我一讲话就变了一个样子。那老外一直跑到他前面去，他真的他故意挡你啊。没办法，你太美了。为什么？他故意的。他故意的。他应该觉得你是专业的才对啊，他们穿那么观光客。哪里？他有没有银行？其实我是，你看，这个很糟糕。他不是在开玩笑的样子。他不是啊。OK，I don't have my wallet on. 这男的看到他。Where are you from? USA. I can wait for you here, then you can take your wallet.怪他们两个还有去泡温泉啊 ！All by her， 他很臭，我不喜欢他的味道，他一下很臭。Very expensive.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? No, I don't have a girlfriend. Maybe we can take your friends leaving town. You want to take your friends leaving town? Yeah. O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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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我带我妹妹，在越南的对不对？对，我带我妹妹跟妈妈去蓝摩店啊，这就是他女朋友，把坑掉了，把丢包，带一个这种人出来嘞，真的是有够麻烦的耶，超失态，小丑我被龙蛇了，十七杯黄干黄干黄干，真的很不尊重人，怎么自爱，丢死了。不知还是妈妈说的。好不好啊？好意思哦，你这样我就要被丢进，你知道吗？手机活该不见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弄出来啊？想丢死人是不是啊？凭什么叫十七岁龙蛇兰？我准你叫吗？丢你自己的脸，自己消费，自己处理。太不尊重人，怎么把我身边人当什么屁啊？他没有付任何钱，他人常当大爷，我要服侍他，用我钱花我的，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自己点东西喝酒喝。他是自己在那边自靠，对对，自己喝十七杯。那因为基本上我们有妹跟他两个也不太付钱啦，所以多分都我付的。但我只是觉得没关系，小钱无所谓。但他干扰我，他但我们不能走，那没办法走。那我怎么能叫我大家抬他了？哇，他什么东西啊？我就把他骂醒，骂醒之后你自走会走了，懂吗？那再回去，这是我的用意。然后呢？那巴黎的那个就是一个肥婆挡在我前面，他就是不想让我拍，他可能觉得我太吸引人注意了。因为我到外面的时候，我就是拍的时候，很多男生都来看我，很多经过车都是会对我拍手或出口哨。那两个肥婆呢，很老，然后那个腿上都是橘皮，站在我后面，一直想要霸占那位置，但我就让你霸占，没差。我就等到他后面有人离开之后，我再去他后面的位置，他偏偏要来打扰我。我跟你讲，我当时我就想 K 他的啊。但因为我到每个国家，很多粉丝都会来找我帮忙我。那法国的时候，就两个女生粉丝年纪很小，很害怕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，我要抓头发往地上磨，你知道吗？你见我会怕那种东西。对。在那两个女生就要叫我说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。我还没开打，他就怕了。我说好，算了，不要给他麻烦，我就录起来而已，就这样。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，我往上这样靠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但是他两个肥婆打我一个，我不见得打得赢啦，但是我肯定有赏两巴掌。你已经在想象那个画面，你要怎么对付他们了？基本上是当时在想，可是我怕他说两个人把我推出去撞车，哇，那我完蛋了，因为旁边那个是车子，所以我得想好一些逃生路线。还有旁边人必须要帮我，那两个人在尖叫，肯定不会帮我。旁边男的我肯定打了，旁边男的不要讲话，现在开了，上场打架。一笑鬼在笑，够人醒过，但你没让照。一定会、啊。他连逃生路线都想好了。我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看你影片，因为你的那种反应啊。是很多人想做不敢做，对，所以看你就会很疗愈，就觉得说对，要是我是靠他。那后面那个男，你后面要怎么让他笑笑？我用他，老实做，我就不喜欢。不是他就这样子，他就这样饶了你，他因为是你。他以外他干嘛？他做干嘛？他拼图可以吃到我啊？他没做干嘛？请他吃我？你自己在那边弄人家。我要去拜托，他就给我承认他，我一个男他老外，他们得给我当男。休想！
我的接受，我的条件是很高的。我看到，对对对，一起去看秋年啦，一郎没秋啦。